舒淇昨晚在微博贴出爱猫照片，表示暂别演员生涯，承蒙错爱，各位江湖再见，让粉丝十分错愕。一瞬间，舒淇隐退的等等传闻不胫而走。而今早，舒淇做出了回应，说道：“其实我只是暂休，不是退休。电影刚杀青，医生已警告要休息，不能一直拍戏，脸一直过敏红肿，好不了。我要努力把这毛病医好。谢谢关心，请大家不要想太多。”